Massacre 大佬神父，你睇下呢段喺中华民国25年12月26号礼拜六，即系天主拉我哋圣母妈妈生嘅耶稣大佬嘅牛一。第二招嘅香港新闻纸告白：诸君欲知我们先祖在300年前所遭清初两王入粤屠杀广州70万人民，种种惨状及明末时英雄义士以身殉国，人民为家纾难，折苦烈女舍身杀敌者，不可不观此片《广州三日屠城记》。本公司特设试题四则，征求诸君应征，愿能全部答中者，奉赠奖品500元，荣安公司礼券。第一题：庚寅广州城之役，明兵与清兵血战几次？第二题：庚寅屠城之役，广州于何日，何时失陷？第三题：广州失陷，清兵于何处入城？第四题：无死苦间平南皇庭子屠杀之和尚是何法号及何处人？凡能全部答中者为合选，得领奖品500元。如有多数人入选，该奖品照人数分批。应征来件于1937年1月8日，星期五截止。本试题答案在本片公映时于银幕揭晓之。每应征本试题者，需展出此段广告，投寄德辅道中314号二楼中和星片公司收。Abraham 细佬兄弟，我哋系泰国人，点解识答啲咁捻心嘅中国历史题噶？老友记，成隻大牛嘅永安公司礼券，留捻返你哋去攞啦。